要比的是怪兽人，你要左边是怪兽火。想必怪哥，想必怪哥非常的左右不分，好，然后比到右边的角色，这样，好，现在一比一，一比一，刚是谁被炸，怪哥你被炸，好，那你再指一个人，哦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，随便指令，被抓住，被抓住，被抓住，好，怪哥又输了，被先发的我炸了，炸了，恭喜。你身体非常的健康，那五枪声直敲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不要来管他。开动，反正五秒一分。好，现在一比二，一比二 ，B 队赢下了一分 ，B 队。好，我现在加一条规则，喊自己不能喊超过两次，好，不然这样太贱了。好，一比二，一比二。好，刚开始就算了，好，换过他一马，你还是赢回来了。好，现在开始一比二，一比二，怪哥现在非常的生气。好，那怪哥你输，那从你又开始好了，你要是谁？等一下，你累了吗，怪哥？然后你想你的左边跟右边吗？请举起你的左手。不知道左手在哪，好，难怪会比错。好，来下一局，好，现在一二三，开始。指一个人，指一个人，拎拎，快随便指啦啊！好，比错。快点乱炸别人干嘛？好，捡回纸球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现在战火非常的激烈 ，A、B 两队以二比二平手，二比二平手，现在是决战的第三胜，第三胜。大家准备好了没？有没有还要想要多拿两颗纸球？还有两颗，还有两颗。好，好，把另一颗回去看看吗？好，现在二比二，二比二平手。好，关键的第三分到底哪一队要先表演呢？先表演呢？好，那请你开始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喂，九、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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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Yeah. 好，我们恭喜 A 队赢获胜。输了。好，请第二位跟第四位同学换位置换回来，位置换回来。